Hello， 大家好。经过长期的研发投入，卓茂科技最近给新能源领域提供了适合行业多种工艺类型电池检测的一款 X 射线检测设备 XB5100。现在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款设备吧。它适用于各种工艺电池的检测，例如碟片、软包、铝壳、卷绕式、纽扣电池和圆柱电池等。今天以卷绕式电池为例，我们来看一下 XB5100 的检测效果如何。首先，它主要对产品内部缺陷进行时效分析，同时配置兼容性强和功能齐全的测量软件，对被测对象进行自动测量和自动判断，并显示判断结果界面，使用者可以轻松挑出不良品。其次， XB5100 具备测量功能，可对直线、圆直径、同心圆、点与圆心距离等进行测量。软件配备 CNC 功能，实现记忆编程，自动记录检测运动路径，定位准确，方便小批量重复检测。除此之外，它还实现了导航定位功能、超大导航窗口、鼠标点击被测图像任意区域、自动快速定位到目标检测点，搭配超强的图像处理功能，对检测图像可进行实时处理和在线保存。我们来欣赏一下它实际的检测成像和分析效果。XB5100 具备安全护锁和多重防护功能，机身表面任何部件均满足国家安全辐射标准。卓茂科技团队致力于为新能源领域提供更智能的 X 射线检测设备，